恁孙仔根本就无啊！恁今仔恁孙仔根本就无安怎，伊就拢用这种话同恁讲。新北汐止警分局短短四日内拦阻三起诈骗案。啊！你要安尼一堵钱听落，一堵钱听落，结果听到到最后，发现讲恁孙仔根本无去用挨，结果你的观察本就无拢无去啊。分别是张姓女子造假绑匪，称孙子深陷贩毒纠纷，要求150,000赎金。唐姓女子网路男友需周转旅费美金2-3万，曹姓女子投资诈骗200万，随便一个东西都可以伪造了，这个金额有点大。没关系，就取消不要转就好了。诈骗均系利用网际网路、电话不易查证之特性，以亲情、爱情或投资等话术诓骗，接洽行员察觉有异，主动关切提汇款用途，警营联手成功阻止诈骗发生。